就上個禮拜你就聽咗原生家庭嘅帶嚟嘅傷害，咁咧主要係聽到一啲嘅傷害啦，就係有啲乜嘢咧？而家可以大家可以講翻一啲出嚟啦，就係以前嘅屋企嘅偏心啊，唔好講嘢，唔好即係有問題唔好講出嚟，唔好提起，唔好。啊，即係或者否定啲感覺，仲有啲咩添啊？即係話喺個原生家庭，可能有不同嘅傷害，或者係被否定，或者係唔去處理問題，唔好信人。係啦，或者啲錯誤嘅教導就唔好信人。好錯誤教導，即係點樣可以自己走翻出嚟？我問你啦，點樣走翻出嚟啊？佢話咗別叫你唔好信任人。咁係咪跟住你就信任人呢？其實係我哋應該信任，因為唔信任呢？唔係信任人呢樣嘢，即係好似我個家庭，即係我個祖母嗰開始咧。咁即係我一路喺嗰度，即係我一路喺我即係咁樣長大咯。我見到佢哋咁樣咧，我就會咁樣一路跟住佢哋咁樣做。係咯，因為我個祖母佢哋咧就會，比如同佢啲弟妹兄弟姊妹咧。有少少拗撬咧，佢哋就心即係到死都不忘懷。咁變咗我爸爸又係咁，即係咁樣對佢嘅兄弟姊妹，或者對我哋，或者對我媽啦咁樣，都會一嬲就嬲幾個月啊！即係冷戰啊！即係大家咁樣咧。咁變咗咧，到咗我哋呢一代咧，我都會咁樣做，即係我極地嘅兄弟姊妹都會咁樣做。即係但當我信咗主之後，我就好 struggle， 我就會拎住嗰句咩不可含露到日落咧，我就即係 struggle 咗幾年，我真係 struggle 咗幾年，我就覺得好辛苦咯。我點解我以前係咁？我點解而家我要即係要放低咁樣？我一路都放唔到咯。我中意好長時間，我幾年啊！我真係幾年，我以前我唔睬我老公或者唔睬我啲仔女咧，咁我就會即係佢哋一激嬲咗，我就會唔睬佢哋。咁我唔睬佢哋咧。一路都唔睬，我真係可以，即係一個禮拜或者幾個禮拜，大家住埋一間屋，我真係可以好冷好冷咁對佢哋。好啦，咁你知道有呢個問題，嗱，而家到今日啦，即係你學咗輕鬆得勝啦，咁你點樣樣去將呢個原生家庭俾你嘅錯誤嘅教導或者影響去改變咧？我覺得就係、是、大聲可以錄得清楚。由我即係我。教會咧，即係我組長嘅教導咧，就係、是、叫我哋，即係叫我哋即係一路都話唔係你唔係依靠自己嘅，你將佢交俾神咁，即係你靠聖靈啦咁。咁我就初我都唔識，我都靠到猛嘅。咁我就即係呢頭激完咧，我就入房就哎啊主耶穌，我交俾你啦咁。咁但係其實都仲有嬲怒，咁但係我即係將佢即係。操一路咁樣之後咧，就我自己都不知不覺中咧，就我自己都唔知嘅。但我個女兒就同我講，有時入咗房佢就再入嚟問我你哦你點啊咁。我話嚇冇嘢，阿媽咪你信咗主就係好啦，你轉頭就可以忘記啦咁樣。佢話你以前嬲好耐，咁連我個女兒都感謝主，即係我個女兒以前唔肯即係信噶嘛，即係佢會覺得樣樣都感謝主。多餘咁，但佢自己都即刻哈利路亞感謝主，即係咁樣同我講。係啦，咁呢個嗱，你嗰個處理啦，咁但係學咗輕鬆得勝咧，就有樣唔同啦，可以快啲啦，知覺嗰樣嘢啦，快啲處理啦。係。而個處理咧，咁我總括翻就先曾經講過，就係話咧，唔係淨喺聖靈充滿之下就會自動解決嘅。其實聖靈充滿是要進入我們的魂，我們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和生活的模式，也都是我們的靈，即是我們的靈和魂都要整體被神改變的。即譬如說不饒恕，家裡是不饒恕 的狀態，那我們怎樣呢？首先在神的同在，求神去幫我們，給我們力量，然後呢我們的思想上是怎樣呢？思想上就說其實那些都是罪人，所以他會傷害我。其實這些方法呢，你可能用
不同嘅方案，總之你達到個目的，而你個方案冇錯就得噶啦。咁咧就係你體恤佢，嗱體恤咧，你越能夠好柔和地體恤，即係點樣柔和地體恤咧？即係所以我話有時洗碗啦，我掃地喺度諗，好似點樣咧？你好似你係佢阿媽或者你係佢阿爸，你就望住佢，即係當呢個係佢啦。佢就嬲你，你就覺得佢好似大獅子咁大啦。其實佢好可憐嘅啫，即係佢其實好受咗脾氣影響，咁你就望住佢，你好似你佢阿媽阿爸。哎呀，佢真係淒涼啊，成日都咁嬲，哎呀，好慘過佢，你就可憐佢啦，去憐恤佢啦，憐恤佢咧，跟住覺得係，哎，冇所謂啦，佢啲細路仔佢一時怒氣會講啲咁嘅説話，唔緊要啦，咁你就會容易饒恕，即係個饒恕住係去到，其實我哋嘅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去埋，即係話思想，人都係罪人，所以會做錯，我思想上咁去更新喎，啊，亦都係神係叫我哋饒恕嘅。係應該憐恤佢嘅，咁啊有意志啦，我決意咁做。有感情咧，其實佢就算唔好，佢都喺我身上做啲好嘢嘅。同埋我都可以對佢有感情，就算佢對我冇乜感情，我都好似當佢係細路咁，我好似佢阿媽佢阿爸咁去呵護翻佢咁啊。即係我哋嘅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同埋個靈啦，佢整個靈魂都親近神，以致我哋嘅思想改變啊。或者我哋細個嗰陣時嗰啲被啊，譬如話好有感覺，咁有啲人真係受好大影響喎。以後咧啲感覺就埋藏啦，深藏喺個心裏面啦。咁嘅時候咧就唔能夠同人相交啦。所以個處理唔係淨係話我祈禱靈就得嘅，即係呢個唯靈主義啊，即係唯獨係靈裏面嘅，即係處理淨係靈咧。呢個其實係唔係合乎聖經？因為聖經的而且確講咗好多我哋。個思想要點樣？你要保守你嘅心，你要喺個思想上要做嘢嘅，即係唔係淨係做，唔係靈嘅工作嘅。好啦，屋企人話唔好有啊，即係啲感覺唔好講，唔好計較呢啲感覺。咁但係我哋裡面的而且確受影響嘅時候，咁我哋咪喺思想、意志、感情都去改變啦。咁有啲人咧就慢慢變得咧，再唔能夠講到感覺。同埋冇感覺，麻木，係即係見到係冇感覺喎，係咁啊！佢係咁，係冇乜感覺啊！即係個人咧變咗麻木咗，變咗冷漠啦。咁譬如就算啊講道都係嘅喎，如果講道咧嘅人咧係冇感情咧，第一聲音有感情，個內心有感情，感受到人嘅痛苦咧。他講的道是會很不同，如果講的時候是你要饒恕人，你不饒恕人神就不饒恕你，你過幾多回去饒恕人，這些是很不熟，即是就這樣講表面的事，但是當你講得出，有時人傷害我們的，而且確生活受傷害過的，而且確很痛苦，這個事實我們接受，這個事實即是接受自己的感覺，但是我又知道受傷害很辛苦，咁我哋都想揾出路嘅，都唔想咁樣繼續痛苦嘅。咁我哋點樣咧？就係親近神啦，靈裏面啦，神去做工啦，然後個思想啦，喺聖經上去接受人啦。咁咧就於是咧能夠，即係我啱都講完啦，點樣樣憐恤佢啦，知道佢係罪人啦。於是咧喺個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咁如果講到感覺咧，感覺就話思想上神做人係有不同嘅感覺嘅。咁咧係呢啲感覺咧，神都有呢啲感覺。人咧係當佢埋藏啲感覺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感覺唔到自己，咁咧就變咗唔能夠面對自己，都講嘢唔能夠啊，即係講嘢就冇乜感情啦。同人交往亦都會咁啊，距離喎，即係哇，因為啲埋身嘅唔敢同人講噶咯，即係覺得要保護自己啦。呢啲都係一啲呢叫啊，即係自衛嘅機制啊。防衛機制，即是自己防衛自己了。好了，當我知道的時候，我呢就開始呢，就怎樣呢，就思想上我知道要跟別人講到我內心的事，不是一定要什麼人都講完，是根據哪一個人不同的。但是你發覺我就算我講到，我都講很多我的感覺，即是普遍人個個都可以講的，這些沒什麼問題的，但有些人他不講的，他覺得這些事講了，即是好像讓你覺得我很弱一樣。
佢就會有呢種嘅大話喺佢內心裏面啦。咁我哋嘅思想上首先調教，我係應該能夠同人分享我嘅感覺，咁啊一步步提升啦。咁所以有啲真係能夠接納自己人，佢同佢夫妻嘅關係或者朋友關係係好好嘅，因為佢能夠將佢感覺講出嚟，又唔係接受人嘅感覺。咁呢個就處理得好啦。處理得唔好咧，佢同咩人都冇講感覺嘅，人哋覺得佢好似佢係存在，但係真係好似如果形容嘅廣東話，形容係一個木頭，冇咩感覺，冇表達。啊，咁嘅時候咧，好似同佢相處咧係又冇樂趣，又冇相交。咁我哋知道應該係咁樣嘅，然後咧思想意志啦，我決意開始啦，我去點樣去同人溝通，但又唔好過濃啊，唔係有啲人咧就咁啊，係人見到人咧，哇即刻掃苦水，咁咧又即係令人都好辛苦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就係咁講，係咁講，係咁講，係唔會聽人哋講嘢啦。呢個就係佢聆聽上有問題啦。咁又感情啦，都學習去睇出自己，又感受人嘅感覺，於是人哋講感覺嘅時候會回應啦，自己亦都能夠將自己嘅感覺講出嚟。咁你呢個原生家庭所受過嘅傷害，感情上嘅傷害，就可以慢慢釋放翻出嚟啦。個人咧自由翻，做翻個開心人啦。見到啲開心嘅嘢會笑一下，見到好食嘅嘢會笑一下，會興奮一下，唔會話即係好似冇反應咁樣。咁但係呢個都要時間嘅，係要時間，因為佢已經慣咗一種防衞機制。有時有啲人係有防衞機制，同佢講乜嘢咧，佢都話我冇做啊。咁我唔係講我冇做，我只係話咧，我哋有啲嘢可以留意。咁但係有時人就會好中意話俾人聽，我咩都冇，啲問題我都冇嘅。咁但係人就睇到佢有，但係佢又始終唔承認嘅時候，呢個有一個防衞機制。點樣可以解釋？思想上解釋啊，防衞機制就話，越係唔肯去承認自己嘅過錯，就越係人哋覺得明明你有錯，即係同你提議又冇用嘅，接受我係應該都接受我自己有做錯。有做錯不緊要的，咁譬如有時有啲人同我講，我啲普通話講得唔正，接受咯，即係我都唔係講普通話嘅人，我係學翻嚟噶嘛，有錯有咩所謂咧，唔死得嘅，即係咁有時我就算講嘢講錯啲嘢，或者講得唔係咁合宜，人哋話俾我聽，咁我接受，唔死得噶，唔係因為咁咧，人哋就要趕走你，唔可以再做牧師啦，咁樣即係唔會咁個後果唔會去到咁噶嘛，即係首先接受，咁樣。接受人的意見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我們受了傷害，或者我們受了傷害，或者是怎樣，我們可不可以跟朋友說？可以，但你說的時候呢，這個又另一個話題來的，等一陣，等一陣回答你。好了，防衛機制怎樣去將它呢拆解呢？即是我知道我的防衛機制是，很簡單，你看到小朋友說話呢，或者有些人說有兩個總是要英文講叫 one-upmanship， 我總要叻過你啲。嗰個細路話：我嘅屋企嘅玩具係咁嘅，嗰個我嘅威啲嘅。總之佢呢個又話：你嗰啲假嘢嚟嘅，唔係真嘅，即係總係要話對方唔啱嘅。呢個都係一種防衞機制，就唔識得欣賞人，總係要證明自己叻過人。自己叻過人咧，就好似安全感啲啦。咁呢個都係知道啦。咁知道下一次想發作嗰陣時，咪去接受咯，即係嗱呢個就是思想啦、意志，我決意唔再做咁嘅人，我決意去留意我自己有啲咩地方係防衞機制，我去改變。個感情上亦都係嗱，每一種思想嘅嗰個感情係唔同嘅。咁啊，感情係點啊？點樣接受我自己，因為感覺上接受，我都係有錯嘅，人人都有錯嘅。我接受我自己是有錯的，我也接受有時人跟我講我錯的事，可能他語氣都不是那麼好的，那我感覺上即是在你自己的感覺上做工，以致自己不受人的影響，不受自己的影響，那一步步去接納，那並且刻意自己，刻意怎樣做呢？譬如有時我太太提我的事，我刻意告訴自己你多謝她，那我特地去多謝她，那你口講咧，我仲要心話，我要真係中意佢話俾我聽，就唔好淨係得個口講嘅，即係喺個裡面咧，由思想開始，
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咁樣，由個靈啦，整個人嘅靈咧都係好平安、好輕鬆嘅，好柔軟嘅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裡面嘅內心就會鬆啦。啱你講嗰個情況咩情況？即係比如我哋受咗傷害，我哋可唔可以同人講？啊，同人講係應該，不過有啲要小心。第一，當你講到某一個人做錯，然後你受傷咧，咁呢個真係要好小心啦。係咯，咁好似變咗事嘅。係啦，好小心。咁我哋都會有時有啲咁嘅情況，同埋咧，譬如有個人同我講某一個人做錯嘅嘢，做得唔好嘅嘢，咁我就會，我嚟講咧，我就分析，幫佢處理啦呢件事啦，分析呢件事啦，點樣處理啦，然後我就話。我哋講完咧，我哋知道呢件事發生咗，不過我哋都睇出佢，其實佢咧都係某種原因，所以咁做。我哋原諒佢，今日講完就得噶咯喎，你就唔好又係人都講，以致佢嗰啲人對佢有個負面嘅睇法。但係我哋要處理到我哋呢種內心嘅情況。好啦，到我哋自己咧，其實每一個人嘅位份唔同。作為牧師咧。在這些位置是難很多的，為什麼呢？如果我跟你說我受另一個牧師的傷害，那你就會說哇，那個牧師有沒有搞錯？這句話我真的要很小心，即我要看那個對象，除非最好我自己處理了，即其實如果我們處理好，基本上我們不用說很多的，即我不是說不說，但是我選擇性去講咯，咁事實上我有好多係會處理嘅，咁我講嘅時候，我都會同對方講到，嗱呢個事發生，但我哋就係面對呢件事，我哋都祝福呢個人，但我哋知道呢個人係有呢個情況，即係譬如有時我哋都要同同工去講啦，咁有時我會同我太太去講咧，就係點樣去處理呢個人物咧咁，咁但係我就好清楚就會講翻，就唔好傳播。接受他是這樣的，不要對他有批判，在一個心都沒有批判，接受個人都有錯，他都有錯都 OK 的，這個呢是要即是要小心，但不是個人都是這樣，有些人呢就是沒有，即尤其女性是有這個困難，就是因為女性來講講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大部分的方法，就是很想去講嘛，那又怎樣講法是好呢？第一，你真的看過對象，這個對象是不成熟，你一定不可以講。你講完他就可以傳到全世界都是，真的很麻煩，即個問題真的很麻煩。所以你是要是有成熟的人去幫助你。依然我都是說你能夠向耶穌講是最好的，你能夠有一個配偶能夠跟你講，而講完又傳開的，大家一起祈禱釋放的，又會祝福這個人的，這個就比較健康了，這個就比較健康。如果不是的話，你在主裏面有一個好的朋友，而這個朋友是成熟的，又不會被你打沉的，有些人會被你打沉的，哇，全人都這樣，哇，信得誰啊，這樣又另一個問題，所以這個 是要學習不要被人打沉。其實有時候我輔導一個、兩個、三個連續這樣輔導一個又第二個第二個，個個都有很多問題，如果我個個被他打沉我都不行，即係呢個要學習，我哋唔能夠孭住嘅，任何一樣嘢都孭得住。即係我就會話小心咯，即係點樣講法。而家可以重點放喺我身上，就可以唔使講名啦。有時我就係受咗一個人咁樣講嘢，令我好受傷害。咁你同對方講咁樣，咁啊，但係亦當然你選對象啦，因為嗰個人咧成日都跟住就會教你一二三四五咧，你又會覺得好悶。佢會接受你嘅感覺，你就覺得被接納。咁你就要揾一個適合嘅人可以。在這方面幫助你，那真的很難，是很難，所以有一個是禮物，你就珍惜，但依然兩個人講的話，你想回我們講完之後是令到對方怎樣呢？是不是跟著想報仇，因為想生氣了他，看小那個人，那我們自己要小心。